前方高能预警，史上最刁钻的路人团强势来袭，嘉宾印象模拟测试现在开始，路人们请听题。本期嘉宾有人气实力兼备的冠军毛不易、张碧晨。哦，毛不易呀、啊，好像就是两年前出了《消愁》这首歌比较火吧。就我室友每天都听这首歌，我真的求求你快点出下一首歌。就是他唱那个像我这样优秀的人嘛，但是哪有人写歌会老是写自己来夸自己，有点小自恋吧。张碧晨唱那个凉凉，就告白失败的时候就要放一首凉凉。就是我希望考试以后不要再听到他的那首凉凉了。你考的差还怪歌，差还怪歌。霸榜新势力赵天宇，是名字打错了吧？马天宇吧？哦，这个赵天宇我真的好讨厌他，真的。你最喜欢的艺人是谁？杨幂，必须是杨幂。我真的对她是怀恨在心，她好像是我杨幂最喜欢的一个选手。其实我真的有时候照镜子觉得，我真的觉得我跟赵天宇长得也差不多帅，但为什么杨幂就不喜欢我？人气模特纪凌尘，太高了。她的普通话还需要再练一练。再练一练。纪凌尘的话，好像应该所有男生都会比较排斥这种比自己个儿大、干净白、腿长的人吧。90后实力新戏骨彭昱畅、张雪迎啊，彭昱畅跟张雪迎啊，最近还挺火的啊，他们俩。那你知道他们有什么作品吗？就是他笑得太接地气了，然后老是录一时七颗牙齿，我喜欢高冷的。哦，我看过他的那个《闪光少女》，这不是个男的吗？张雪迎我知道，我特别不喜欢她。我男朋友一看她的剧就说这是她的理想型，不就是黑长直吗？我也有呀。爆款网剧男主角邢周凌、张新成。他很红吗？我真的对他不太了解。这是他的照片，好帅啊。哦，张新成啊，他是不是那个特别老干部的，然后喜欢热水里放枸杞的那个？但他在那个剧里面就是表现得特别暖嘛，然后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暖的。面对如此挑剔的路人，请各位嘉宾务必使出浑身解数，有魅力，吸引他们为你驻足。